大家好，我是阿杜哈。今天去阿珍家哈。阿珍的话，我之前去他家里已经是去过一两次了哈。他家住在那个大山里。今天的话，天气也挺好。哇，这个摩托车哈，现在是这个刹车已经都磨平了，山路太高了哈。然后就是把这个前刹磨的已经是那个刹车已经磨到铁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背着行囊，天气也热哈，搞得满头大汗。然后这边是塞买修车的，这摩托车是越南那个修车的一个标牌，就是这里面是修车的，但是现在修车的老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叫了半天都没有叫到，所以这个车还要继续上山。因为阿珍家的路特别难走，给大家就是那个看一下哈，我在路上的那些艰难的路段。哇，这个是啥路？然后咱们这边如果说人家现在人不在嘛，这边人不在，那咱们就是可能就是看前面还有没有修车的，因为这个大山里面你如果说找不到的话，那也就没办法了，摩托车都磨坏了，因为山太高了，路太陡，然后上下，所以说这个刹车特别的费。好，那咱们看一下看前面那边还有没有就是修车的。这摩托车，你先。大家听一下哈，直接磨到铁了，就是刹车皮没了，直接磨到铁了。所以，哇，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咱们继续前行，为了一个梦想，去越南女孩家哈。哎呦，现在又找到就是一个修车的地方哈，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哈，朋友们。结果我看这个老板，三看两看，好像他问他啥都不知道，好像不知道是他没有配件的，还是不会修，我搞不懂。所以说这个语言现在也不大通，我看他，哎，跟是空嘎，没有啊。他没有，你说这个你还倒霉不倒霉？这咋就没有了？这个一个刹车皮他没有。你看这个大山里面修个车还挺麻烦，那现在又不行了，兄弟们，做什么事情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那现在这个摩托车这又修不成了，刹车皮他没有啊！你看他走了。真的是气死我了。好，那咱们继续前行。他没有了，你说有啥办法？
这个大山里面路太陡，所以说它比较费刹车皮嘛，一般就是磨磨磨的，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你说这个真的是磨不了啊。好，那继续咱们去下一架，看前面有没有茫茫的大山。兄弟们哈，现在又找到了一家修摩托车的哈，问一下哥呢？是，我这回简单的说几句哈，然后这个叫这老板检查一下。跟呢跟呢，哎，麻烦你啊，麻烦你黑了，没有，他这边也没有啊，那，麻烦你黑不了。没有，他说没有，那这个可修个毛线，这连续去了三家的修不成了。我去，那咋搞？可能是我这个车就是比较特殊哈，它都是没有，我这个就是刹车皮给磨没有了。可能它这种乡下的地方哈，乡下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们不经常骑我这种车，他们一般都是那种比较老土，就是那种。比较实用的哈，像我这样的车型可能是应该是要在那个稍微大一点的镇上才能修到。那行，那就不修了，那就先将就着吧。你看这个大山里面修个车太麻烦了。好，朋友们哈，现在摩托车找不到修的地方咱就不修了，就将就着吧。然后那个现在要上到那个阿珍家，然后再得买点礼物呀。然后这个去一趟，如果说空手的话，咱们感觉不大合适哈。买点东西，因为他家里也困难，没有什么就是招待。因为上次去他家里面都是吃的白饭，然后那个木瓜片啥的，所以说这次我们买点东西。看买点啥？你买东西过我这上来的。这买啥东西哈？要买这个鸡蛋啥的，又怕碰坏掉了。买点肉算了。咱们问一下，看这个多少钱哈？真的朋友。他是说10万一公斤哈，大概15块。一斤的样子哈，来看泡妞根，这我意思叫他称一下看有多少斤。斤跟吨，啊斤啊，啊我跟斤，嗯，还一根吗？来，哦木根哈，木根，木根斤哈，来，还一根，啊，我叫他搞4斤，他是只有3斤8两左右，我叫他这可能看他搞得来嘛，这小孩。给他搞了4斤，念的点点外，好，然后现在是4斤，每过一个就点。四斤的话，一斤的话大概是15，那4斤的话就是六十。哦，我还准备，我们还准备买两斤吧。开张哈。阿珍家里面好像是没什么可吃的，看是2公斤，一公斤是三十，2公斤是60，60块，哦，好像60多，60多块钱。60多，是不是买的太多了？看一下还买点啥？跟那朋友，没跟。给的海浪没跟呢。海浪啊，他说这个是7.5块一公斤，这不把这橘子买的。跟那朋友没跟。海浪哈。我就这个给他买的，这个橘子，
好，下面有橘子。因为再不买呢，可能去他家里都没得吃啊。哎呀，这个路远，可能就是买的东西多了，可能也不好带，所以咱们就买肉，多买点肉，因为肉是精品嘛。这个昨天买的那个是35000。它就是那个是差一点是3公斤。哎呀，给它凑到3公斤。八根，就拿了一个就3公斤了。3公斤就是6斤，3公斤是23乘6，3×5，还张达哈，那就还张达，3公斤，还张达，哦，他连那个连肉算在一起了，这家伙连肉给。他把我搞懵了，我以为这篮橘子要60块呢，搞错了。我看这家伙会算吗？你算错了吧？2.5×3，7.5，那个开根是哪个了？30，开张达，对呀，我怎么算的？二开张达，跟那多牛根？跟那了，2.5斤。这看一下，这小孩算账不是算对了没？2.5斤。对了。那就对了，小孩没算错。然后咱们看一下，现在就是买了快30万，100块钱的东西了。来，跟那包牛，没浪哈。来，这个买一点，吃烧烤用的。再买点啥玩意儿？要不的话就是买这些算了吧，不知道还要不要买。跟来波妞，马哥啊，波妞，一万，17000啊，你这还便宜，再买两斤。过去就是我也比较爱吃这个玩意儿。买17000就是2.5块一，2-3块钱一斤吧，一斤人民币吧。
张啊，刚才是拍一张白，拍白，拍打，刚才拍打，这个是1.5公斤。820，请你的打。嗯，8张，嘿，已经是100多块人民币了。然后看一下还买什么吗？5张吧。5张吧，13万。什么？没得。要不要？我看一下，光买的呢，买多了山太高了不好拿，主要是不好拿，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算了，就买这么多，就买这么多。嗯，看那炸弹，炸弹，有没有？我叫他找个大塑料袋，一刀啊，大塑料袋，叫他找个大塑料袋，因为那个小塑料袋怕装不了。哎，这多了不好弄。这东西太大了吧？他们扯到这边去了。哎呦！看嘞，朋友。哦，嗨嗨，你们干？嗨嗨，你啊。来嗨的。啊，全部。来，全部给他全了。哦，哎呀。因为去他家里实在是没东西吃，必须给他全部整掉。你哎，狗乖奶奶嘿，比我来吃很贵喏。我给你点酒。来了。这家伙，这小孩算账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现在就是相当于120人民币。咱们今天的话，好，朋友们哈，本来我原来是打算买这个大礼包哈，但是这个大礼包比较便宜。本来原来打算买这个大礼包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只有10多万哈，只有30-40块，但是我这一包的话是，相当于120人民币哈。然后咱们上山，兄弟们哈，上山。哎呦，这边买东西人太多，好热闹。这个就是40多万的东西哈。哎呀，这个也不好拿。
这个上山就是一个大麻烦，把它挂在这上面。来，别刀吧。嗯，这是怎么？哎呀，这等一下，可能打电话要叫阿珍的爸爸，可能下来要能拿哈，因为这个山上路太远，太不好走。再提这么一堆东西。还有这个肉啊，今天太阳大，这个还要走快一点，不然肉的话到时候。我干脆打个电话叫他自己来拿，不然这个往山上这个路难走。难走我们怕走不到位。喂。阿珍，我买点东西，你叫你谁爸爸谁骑摩托车来拿一下，因为这往上面路远，那个拿太有点重。你们到了吗？啊，到了到了。那你就在那里等我，我家那里等我，我去这边了，我买一点水。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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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上去哈，这个东西有点小重，就在那个上次。就在这个路口第一家商店嘛，这个路口第一家这个小卖部这边嘛，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啊，你在这里等我们吧。啊，好。你们骑上去。你把东西拿上，然后我要往上走，边走边。你来吧，你来拿东西，然后你把叫他先把他，哎呀，这家伙惯了，那就等他。然后阿珍，听我们。请我来了，然后，赶紧就是说，就下来了哈，下来从山上下来路还是挺远的，然后他等一下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然后我顺便沿路给大家看看，阿珍家的就是这个路上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拿着一包往山上去太不容易了。好，那咱们等待一下。好，朋友们哈，现在。已经是骑到就是这个路旁边的第一家哈，因为他的家在那个大山里面，摩托车骑不了，走路可能要走很久。然后这个地方是人家就是那个村里面就是他们上山的时候都把摩托车停到这边，停到这边等一下可能还得交费。然后我给阿珍买一些东西，阿珍，来来来，这些东西那个啥。有点重啊，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水果，还有那个，反正就是有几斤肉，还有豆腐。赶紧叫他，叫你爸爸，这是叫你爸爸拿上去，来骑着。你来拿，拿这么多。拿着给你爸爸先拿上去，就是叫他先上去，因为这个路太远了哈，我们习惯不了，都背上去肯定是累死了，到时候，好吧。谢谢。对，没事没事，其实怎么说呢？本来过年说要来给你拜年，但是忙得很，一直没空嘛。然后今天的话就是等于说跟拜年一样，过来看你们一下，好不好？好。那给你爸爸拿吧，拿。然后我要边走路还要拍一下你家的这个视频，路上面路的视频，不然咱们这么多朋友们他都不知道到底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嗯。因为我们现在车只能放这边，然后人工要往上要走很久，是吧？嗯，对。那你是先。跟他上去吗？我都没有伞。哦，你没有伞，那你怎么？太热了，你们。哦，没事，那我自己走，因为我要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吧？你可以先走一步，然后我等一下上去。就这样子吧，好不好？你看，如果还有买什么需要什么，你等一下说，咱们再来，就是再来搞。我刚才想买个。你已经买这么多了。刚才我想买个西瓜，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西瓜好重，到时候又怕不好拿。如果是要去的话，咱们到时候我看下午或者啥的，再专门去买，你看行不行？嗯，你已经买这么多了，嗯，不用了。不是吃需要吃，咱们就弄。
现在你家那个山上还有什么水果吗？没有了。现在是吧？那个地瓜的话还有。哎呦，我还买两个地瓜呢。但是少了。少了哈，你家还有地瓜吗？应该不多了。不多，我不知道，我那买了两个，我说等一下，就是。我也去医院刚回来，所以我没去。哎，你妹妹呢？妹妹现在？不知道什么。你妹妹那个住院现在看好了没有？没有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好是吧？对，医生说回来去上学两三天再去检查。哦，还要去检查呢？那也是给配了一些药是不是？没有配，他们说本来是配药回来吃的，但是他说医生他们说是。吃药的话有害，然后有害，我的天哪！就是在医院治疗，然后打一点针，现在回来，但是三四天，读书三四天，又重新去检查一下。哦，这样子的，好，那咱们先上去好吧？先那个上去哈。好，来。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跟阿珍哈，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朋友，是你的朋友是吧？对。然后跟他的朋友，然后一起，准备就是上山哈。这个开始，这个下面是有点路，然后上来就是这么小的路，然后再上来就是这么小的路，然后在那个，哎呦，还要翻好几座山呢，好像。在那个山的那头，然后后面都是山，咱们全程记录哈。因为这一家的话就是把摩托车放在这一家，它会好一点。然后再往上嘛，摩托车就越来骑不了了。怎么了？那个坏了。哦，摔坏了。是在那边坏的，没有。哎呦，漏水是吧？完蛋了。那就换一个吧。哦，他买了一瓶矿泉水。哦，我刚才这个我也想给你买个几个，我嫌重不好拿。这个，刚才我准备去买，给你买六个。他们现在说他爸爸哈，因为我们来了，他就特意买了一瓶矿泉水。结果这矿泉水走在路上不知道是怎么摔坏了，是咋的了？路难走。现在他爸爸。跟阿珍们说要不要去换一个啊，他把他拿上去水漏光掉了。我的天哪。行吗？不行啊，你也会说中文啊？啊，哎，你怎么中文也会说呀？所以说人啊，人以群居哈，物以类分。然后就是，阿珍，你还他会说中文，他交的朋友也是会几句中文哈。这样子会掉。是他刚才可能路上摔了吧，应该得牵了。哇，对，那个豆腐别搞坏了，豆腐拿出来挂在这边，豆腐来放地下。豆腐呢？对，豆腐啊，哈哈哈哈哈哈！他们豆腐不知道，他就那个要单独提着，等一下搞带一下，拿到吃的地方就变刺猬了，吃不成了。豆腐，豆腐，要不要喝啤酒？买点啤酒，到时候上去喝，喝不喝？上次给你家买的啤酒，好像他都不喝一样的。喝完了是吧？要不要这个？要不叫他专门去买那个东西？叫往山下去一趟的话，就是一趟又上不去。
现在这个路哈还能走一段，因为再往上就走不了了。你看，这个路小，但是我们都不敢骑啊。你看这个才多大一个路，而且沿不上山。他爸爸就是骑着这些物资让我前面运送一段，运送一段，然后他可能习惯了这个路，可能他是能骑，可能我们是没办法哈。看一下。看看，啊，你看这，啊，哇，你爸爸厉害！你说这么小路，而且山这么高，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树呀？是那个菠萝树哈，菠萝蜜啊。哎，这个北岳它也种菠萝蜜，这上面为什么要砍这么多刀呢？啊，这。哦，他这太旺盛了哈！你把你朋友也晒的，只有他爸爸哈，就是才敢上。那我们一般我们就上不了，因为山太陡，他们可能是常年累积的这么一个技能跟习惯嘛。哎呦，这家，哦，开上去都摔很多哈。这他可能走这。对，不，他说我都你不告诉我，哦，他说他第一次来不人的路，第一次来，哦，你也是第一次来是吧？哦，不人的路，看一下我们这个路，骑摩托车要远得很，要走到山顶上，哎呦，慢点哈，不好走，不好走。看到了吗，朋友们，这个路你看，走这个路是近一点，然后他爸爸走上面那个就走很远很远，路上不知道会不会摔。你看刚才那矿泉水瓶都摔坏了。现在我们跟阿珍以及阿珍的朋友，我听他还会说中文，说几句中文。你看这个山路，除了走路，没有别的办法。好，咱们全程记录，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哈，一起去看一下阿珍，住在大山里面的家。这走路确实会累人。我记得去年到你家的时候也是这么大的太阳哈，那天哈，是不是阿珍？今天也太阳大，这也是过年之后的第一个大太阳，天也这么晴朗。今天我看天气预报都30度了呀，阿珍。哇！啊，刚才就是他爸爸就走这样的小路，这个是谁家住在这边吗？还是放柴的？啊？哦，有一家人住在这边，可能交通不便，人家都搬走，人家房子也不要了哈。像他们这边的房子不要了都，不要了就不要了，因为这种房子也简单嘛。哇！哇！你看这个路。哎，下次，这不就来了第二次了？怎么说呢？反正大山里我们已经走习惯了。虽然说路比较小，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这种独特的乡下、农村大山里面的阿妹家哈，确实独有特色。我们跟随着镜头。仔细看这些画面，可以回味一下哈，确实非常的独特。这就是大山里面的人家，阿珍的家哈，让我也长了见识。他们住在这种大山里面，一直就能够世世代代的繁衍，生生不息的。
然后路两边种的这些玩意儿，这是啥东西啊？阿珍，这是不是桂皮啊？是啊。哎呦，原来一斤几百块钱的桂皮子，在这个大山里面，原来是种在这个大山上面的呀。你看这太阳，把他朋友热的。你看，像这样的路，只有30公分这么宽。他这个仙人掌种在这两边是什么意思呀，阿珍？这个种牛啊。哦，怕牛吃那个桂皮树是吧？嗯。这是挡。哦，作为一个围墙是吧？哦。哇，这个桂皮，桂皮怎么种这么密啊，阿珍？它这个树怎么种这么密啊？这种这么密，它长不高呀。朋友们哈，咱们看看这个路，你看这能骑摩托车吗？像这样的路，如果是晴天，他爸爸人家是搞习惯了，这咱们一搞就摔跤，说不上他爸爸也是摔了很多车了，是不是？经常摔哈。哦，哦，你看这样的路哈，说实在的，拍这个视频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希望朋友们在看的过程中能够仔细的看这个视频，同时也了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因为这种视频拍摄真的不容易，兄弟们，你看。把你拍热了哈，他们都走累，想休息，是不是还早得很着呢？路还远得很着吧？一半路都，一半都没有走完。一半都没有是呀，我记得远得很，还把你朋友给累的。你他是在哪里？你把他叫过来呢？在西马街那里的哦，我们两个是一年没有见面。哦，一年没有见面哦。这两就是这两天吧，我刚回来嘛，我在家，所以他现在有空，他下来。哦，玩两天。那就好，那挺好，刚好玩两天是吧？时间刚好。你看过年本来说到你家来来拜年，那时候又忙的，又赶花山节，又这个那个，把时间，我看你这个汗也湿透了，这才是真实的这么一个现状。是今天太阳应该都光着脚就好了，因为穿鞋好烫，穿鞋好烧。好，慢慢走。其实这个路哈，如果不是我们给大家拍视频，我们会坐下来休息，为了不耽搁咱们视频的行程，所以咱们原汁原味的把咱们的行程拍下来分享给大家。如果说连按照正常就是要休息一下，走到他家的话，估计从刚才那边走上去起码应该都将近一个小时哈，但是在这个算走得挺快了。这是后面都是走过的路。虽然住在大山里面，路远一点，但是在里面的话，确实空气新鲜，也有很多野果啥的。哇，那上面那是什么树？怎么那么整齐？
你朋友他也是苗族哈。好，我们现在继续前行。今天太阳真的是太毒了。你哥哥打工去了没有？哥没有。哦。坐了才去哈。看一下，兄弟姐妹们，还要翻过这座山，还要再翻过一座山。咱们看看，哎，走过来的路哈，刚才是从那个大山那边开始走的。好，继续前行。你看，像这样的小路骑摩托车，可以说，除了他爸爸，相对来说，常年行走的这种路上面，但是有时候也会摔跤，但对我们来说就没办法骑。你看这样的路，当然天晴好一点，如果一旦下雨的话，那肯定是摔跤。真是边走边喘气。天气这么热，感觉到是不是下雨了？因为路两边都有很多蚂蚁哈，做这个窝，哎，做这种窝就说明搞不好会下雨。这个香蕉是你们种的吗？哦，自己长出来的哈。哦，别人种的。对，拿个叶子把脑袋瓜盖起来。我这边有刀，来，小刀伺候着。来，要不要？我不要。不要，都不要了。要不要？都不要。摇一个吧。OK。哇，这个石头好好看。那你小时候坐在这里面捉迷藏啥的，可能都找没人找得到你哈。这个收起来，装我这边。像阿珍小时候，如果在大山里捉迷藏的话，随便藏在那边，你爸爸肯定找不到你，躲一整天不上学，有没有那种情况？有啊，有哈。对呀，我就是说。有一个小妹。嗯。啊，他就躲在那里面哈。对啊，因为我们是在山上，然后这些小路的话，他在那里的话，他肯定就躲起来。啊、嗯哦，看被我说中了吧？我说那个小时候，要是躲到这里，不上学藏起来，谁都找不到。哇，这前面蜿蜒曲折的道路就是去阿珍家的，是吧？还要翻过山呢。看住在这种地方，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我的话进去，我觉得就在里面行了，不出来。出来一趟的话，时间都没了。好，咱们这个路就是这个路哈，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只能说走路？你说这样的路，你骑车技术不好的话，肯定是摔得鼻青眼肿。这个山到处都是桂皮树，现在在越南种桂皮很流行。我看有些村庄，他们整个村庄都是种这个桂皮。然后桂皮的话是一种做肉的时候用的一种调料，在中国的话这一斤
我记得上次在一个大超市买的话，一斤要180人民币呢，就这个桂皮树。对呀，晒干的嘛。那是卖给客户，可能收购人家中间商赚差价嘛。一斤180人民币，你算一下，一公斤都是360，相当于120万元。一公斤。这个全程记录太过真实，朋友们哈。我现在是满头大汗，我们跟阿珍以及阿珍的朋友哈，一起走过他回家的路哈。这条路位于大山之间，全部都是土泥巴路。今天天还比较晴，如果说下雨的话，刚才也说过了，肯定是走不了。咱们再看看曾经走过的路哈，蜿蜒曲折。哎呦，把我热的。朋友们哈，太热了，现在手上都是汗。今天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到阿珍的家。其实有人说你为啥要跑这么远，不就是来看阿珍妹子吗？如果说不是阿珍妹子，那给我1000块我可能都跑不动，都不想来哈，朋友们。好，咱们继续赶路。这个山很陡峭啊，我都在想，如果下雨的时候上面要滚个东西下来，那真吓人啊。好，咱们真实的拍摄，然后停顿一会儿哈。虽然说没有讲话，但是在默默的感受这种环境，朋友们。由于路太堵，所以喘气太厉害，所以说话很费劲儿。哦，好像到了哈，对面那个山上。每个人都累得够呛。在阿珍家里，这个网络信号也是非常差，上次来了打电话都打不了。这个木头房子是你家的吗？不是。不是哈。你看那个木头板子被蚂蚁都咬坏掉了。哦，躲在这里躲雨是吧？哦，把你朋友也热的。哦，这样子的哈，你朋友不肯来了。不知道了。就是今天天有点热，要是下雨天慢慢走还是可以的。哎呦，这个是去年你家种玉米呀。当时我来的时候，你这个上面打玉米，现在那个这个杆子又这么多，又可以打了。
哇，真的好热，说话真的是都感觉都说不出来了。芭乐吗？是那个树上的芭乐吗？台湾叫芭乐好像。我们那边没有这种。这个菜园子是你家的吗？哇，那这菜挺多的呀。菜多的都长苔了。经过翻山越岭哈，基本上到了他的家了。全程记录，朋友们，要不叫他坐在这石头上歇一下。哎呦，他们走得快，我都赶不上趟了。哎呀，朋友们哈，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把我热的，哎呦，热的都说话都说不了了。所以走这个大山，看到这个地方哈，曾经来过一次，熟悉的味道。他们走得快，已经走到上面。去年我就来这边，有很多水还在流，但是现在已经干枯了，水都不流了。已经到了阿珍家的房子这边了，这是他的家。当时我们有来过一次哈，当时有个小孩在这龙眼树上还在摘龙眼，我们也在他家还睡了一个晚上。这个狗很不友好的在叫。我怕那个狗咬我，我赶紧把门关起来。我怕狗咬你啊！你看他们，赶紧都在洗脸。哦，他家的水自来水是常年都在流。他们走上来就要洗一下脸，不然的话热的肯定是不行。哇，你还要洗脚哈。这个地方我记得去年在这边，那时候到这边拍视频，把我一下摔了一下，摔到这里面去了。很熟悉的地方，这是阿珍的家。在未来的一天到两天时间，我会在这个地方哈，跟阿珍以及他的家人以及他这个朋友哈，共同度过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体验就是大山里面的真实生活哈。多日不来阿珍家，还多了一只小狗哈，这小狗很负责任。你看它很负责，工作很勤奋。好，我也洗把脸。好，朋友们哈，现在阿珍已经洗完脸，接下来我也洗一下，不洗不行了哈，实在是可能是咬到这个盆子里洗吧，阿珍，是不是阿珍？是不是水咬到盆子里面吗？是哈，好嘞。哎，那个是。哎呀。哦，哎，衣服了。水这个东西就是好。一洗的话，马上感觉到凉快的这种感觉。
装不要穿。我在那个时候还拿了毛巾，然后现在掏出来估计都能用上了。因为我这个是走到哪里，我会把我的毛巾拿到哪里。现在把它挂到这里，我会感觉到哈，未来这几天时间可能都会住到他这边。哎呀，舒服多了。我找个衣架，哇，他家的衣架也没有，不行了就家的什么。咱们先去找点水喝，太渴了。嗯，我这边没水。哎呦，真的是太解渴了。哎呦，朋友们哈，刚才记录了他家的全程，大家也看到了哈，他家的这个地方，哎，既熟悉哈，确实让人也有点畏惧哈。为啥？因为山高路远，走得太累。但是熟悉，我去年已经来了一次了哈，朋友们。好像阿珍家的那个猪哈，去年得了病，全部死掉了。我听他这样子说哈，现在他家也没有什么猪了哈。好的好的，上去上去吧，要不上去？太累了，太累了是吧？你跟他那个以前在一起工作是吧？嗯。哦，那就很熟悉的了哈。上面去可能会更凉快一点哈。我先上去一步哈。哎，背着我的包。他们家就是上面这个棚子哈，然后就是一个啥，就是放东西的。然后你还去他家这个路，这个树根都已经高出路面了。这家伙工作非常负责。啊，这个狗注意！哪里？哎呦，这是阿珍她妈妈，喽。哎，对，阿珍她妈妈好 ，OK。哇，她这个好像长期有病，你看，长期身体有病，搞得骨瘦如柴。哇，这是干啥？这是准备吃饭啊？哎你。哎，你的妹妹刚才，哎呦，完了！我这个现在走路都，就感觉这腿都不由自己了，把人家饭桌差点给他踢倒掉了。今天身体好点了没有？他听不来那个哈，昨天还在住院着呢。他这个妹子，呵呵，害羞呢，他害羞。先坐这边修一下，腿走酸了就没有礼貌了。哎呦，这今天还买了件鸡肉。你们过年是怎么过的呀？阿珍，过年怎么过的？就买一点肉。买一点肉哈。哎呦，这个都是过年的那个哈。你不是那天说你家猪没了，然后还是自己就买了一点肉。他妹妹还拿了个风扇来给我吹。
哎呦，这个坑是越烧 越低哈。我记得去年这个坑还没这么大呢，它是越烧越低。还有这个小猫，小猫肯定不记得我了。喵，小猫肯定是不记得了，看它一直看我还不认识。小猫在家吗？我刚才就上来的时候，在那个下面那边吃了一碗米粉，我现在是不想吃哈，你们吃哈。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你们随便吃一点吧。哎呦，我肚子胀得很呀、啊！上山搞一下满头大汗，现在就光想喝水，就光想喝水，啥都不想弄。现在那锅山泉水怎么没了？就以前那锅山泉水呢？山泉水不是有一锅泉水老是往下流，现在那锅水也没了哈。啊。啊，这一家是中午饭还没吃是吧？嗯，他们吃了。哦，吃了。我爸跟我。哦，我是现在是肚子胀胀的。你问你那个朋友吃不吃？我是刚才上来的时候哈，我觉得路也比较远。你看现在已经是，哎呦，下午都快，越南时间都快两点了。所以说，我刚才走的那边是十一点嘛，所以逛这个上山。估计也上了将近一个小时了，现在，因为我那个中间有些地方停顿一下，没有全部拍哈，不然一个小时那就太长了。这个是他们过年好像弄的这个肉，因为阿珍在过年之前给我拍，他家那个猪哈，就是好像得了瘟疫死掉了，然后也没得杀，好像自己买了一点。咱们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的视频哈，看到我上一次到他家里来，那是吃的啥？那个全部是木瓜皮，连带皮的木瓜哈，非常简单。他们家因为也比较困难，然后他妈妈好像是长期有病。哎，你们吃吧，你们吃就不管我了，好吧？你问你朋友，还有你，还你吃，我是现在是。